时光音乐会本周第五期阿杜庄主期歌单已经释出。时光音乐会本期是阿杜专场，歌单挺好，全是一看到歌名就知道旋律的热单，可以预见到又是一波回忆杀了。周深本期演绎 Andy， 这首歌是阿杜的老板为当时还未出道的阿杜量身定做的。 Andy 是阿杜未出道前的英文名，目的是为了让他变得更坚强。同样，这首歌也适用于那些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，为他们带去力量。看完抢先听版预告，又狠狠地被吸引到了。预告里周深唱的那两句声线真的好迷人，真的有让人置身于演唱会现场的魔力。抓青蛙，抓几只？抓五只。抓到了，划划划划划。抓青蛙，抓几只？抓六只。没抓到。辣拍了，小夏辣拍了。抓青蛙，抓几只？抓六只。没抓到。抓青蛙，抓几只？抓八只。没抓到。抓青蛙，抓几只？抓六只。青蛙，抓几只？抓几只？抓几只？一句话都说不明白。五期时光音乐会深夜食堂加更了，周深为了赢得游戏，现场开始现编歌曲了，男女对唱的歌曲。我知道，许愿，好梦，屋顶，还有几个字？7个字。有香港有一首歌叫做，那是我为你写首歌吧。我明天即将要发的对唱歌曲。在玩一个四个人15字回答游戏中，问有哪些男女对唱的歌曲，周深最后一个回答，由于一下子想不起来对应字数的歌曲名，于是现场开始编造歌曲名，我为你写首歌吧，并说这是自己明天即将要发布的对唱歌曲。周深，请问你要和谁对唱呢？周深有很多的合唱歌曲都非常好听，但男女对唱的歌曲貌似真的没有，希望真的可以发。最后，时光音乐会二第五期，周深将演唱歌曲 Andy， 记得不要错过哦。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已经落下帷幕，但相关热度还在持续发酵当中，尤其是劳模楷模周深，跨年当晚一人横跨4场晚会，8个封神演出现场，领跑了全网热搜。然后中间不有一段那个吉他的，你也能唱。那我不能。争气性再哼两句，可以。我不。没事儿了，真的。
周深的高光时刻并没有结束，就在1月2号，周深又成功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，成为了周末面孔年度面孔颁奖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2022年，向光而行，奔向你。很高兴成为周末面孔年度面孔颁奖人。整个短片当中，数十个平凡且普通的面孔，在周深人间星河的衬托之下，打动了很多屏幕前的观众，不为盛名而来，不为低俗而去。就像周深说的一样，活出自我的同时，也帮助他人逐梦圆梦。而在歌迷心中，周深更像是新时代里的圆梦者，劳动楷模只是他的一个称呼，不忘初心才是周深真正的代名词，时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，将正能量贯彻始终。在他的歌声陪伴下，很多歌迷都收获到了独属于个人的那份幸福。总而言之，年度偶像周深一次又一次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的力量，如此优秀的实力派唱将，谁又能不喜欢呢？因为我就想着噔噔，我就一下，你说是不是干脆也不要？我就，对，我也想，对，我也害怕毒，但我可能就，然后就结束，然后后面再给那些东西。那个呢，安静的那个，就咱们真正的下雨的前面那个地方也要，这个尾巴马上说也不要，也不用，对吧？我就。然后我们再。